大家好，我叫 Kwok Kian，我的中文名字是吴国基，我是纽约亚裔律师协会的其中一个成员，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不论是从新闻或者是不同的社交媒体，我们能看到纽约最近越来越多一些针对亚裔的一些暴力还有骚扰 那不论你的年龄、性别或者是外表，你都有可能受到攻击，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自己是有担心过这些问题。那今天我们的讨论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如果是我们受到这些骚扰和攻击，或者是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有目击到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二，出于歧视的犯罪行为，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叫做 hate crime 仇恨罪行。那在纽约的刑法里面，相关的法律条文是什么呢？第三，除了报警之外，你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报告这些事情，去回复亚裔的一些权益。那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郭警官，还有另外一位律师李律师。我想请两位介绍一下自己。郭警官。Hello，你好，我是郭警官，我是今天就来想跟你们谈一谈，就是我们警察局你们是怎么来报案呢、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你啦？大概这样子资料，这样子你们知道我们警察局是怎么来帮你们的？这个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希望你们跟我们说一声，就让我们知道如果有什么东西发生了，这样子我们可以处理好这样的事情，可以帮助这个我们的华人让你们知道就有什么东西可以保护你的。李律师，Hello，大家好，我叫佳瑞，然后我现在是一名律师，然后我的业务方向主要是公司之间的合并与兼并，然后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直播，然后希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谢谢。谢谢。那现今天第一部分，我们先让郭警官说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受到一些针对亚裔的一些攻击或者骚扰，如果我正在遭受这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OK，第一样东西就是一有东西发生，你第一样东西就是先打911这样东西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派人来的时候呢，是跟这个911的。如果你特别如果是有一个人对你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偷了东西那样子东西呢，或者对你有骚扰你了那样子东西，如果我们想抓到这个人或者找到这个人呢，你是最快的跟我们说，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派人可以跟你。坐着一个车里面去找这个人，如果你等得太长时间呢，我们去找的时候也挺难找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第一打911。那我也明白，就是很多中国人就有一点害怕，说打电话给911，我万一我不会说英文呐，或者我怕会不会他到时候会查我的底的。那这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就是现在每一个纽约警察局呢都有一个手机，这个是每个纽约的警察局派的，这个手机上面呢有这个。英文是叫 language line，这个就是一个翻译的，他可以打电话进去，叫一个人帮你来翻译。所以如果你打电话给这个911，你需要说中文的，他可以帮你找一个中文人。警察到了，他也可以帮你找一个中国人来帮你来说话。第二样东西，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这个我们怕移民上面的东西，很多人就是中国人就觉得，如果我打电话给911，他会不会问我的移民呢？我有没有绿卡那样东西？第一，这个很重要的，在法律上面，在纽约的法律上面呢，我们做警察局的或者医院呐，总之是政府部门的，不能问你们这样东西的。特别如果你们是找我们来需要我们帮你的，所以呢，如果你打了911，你觉得你怕说会不会的，这个是我们一定不会问你的，这个不能问你的，在法律上面的。最后一样东西就是提醒，就是这样东西就是我们就觉得我也知道，我们做中国人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哎，我不想去麻烦啊，或者那样子，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来保护你们，最好的方法来保护的你们是，如果我们知道有事情发生，如果我们不知道，你也不跟我们说，我们就变得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你需要我们帮的，所以这个对中国人中间上面就是我们也要学的，就是经常一点打电话给警察，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这样子我们可以处理这个事情。OK，谢谢啊。好的，谢谢你，郭警官。那我想问的是，如果作为旁观者，我看到了旁边有一个人正在被骚扰，
纯粹是因为他的种族，而被就是说你看见他用一些言语上的东西去形容对方，然后做出一些暴力的行为、骚扰的行为，那我作为旁观者的话，我应该怎么做呢？你一样的可以打折呀。那在纽约市啊，即使不是在纽约市，美国的法律上面呢，就是这样东西，你可以打电话进去。那这个报上去的，如果这个人做事就是这个如果给人家受害人呢，这个人呢，他一定自己要肯去跟警察说这个事情发生。你坐旁边的看到的呢，如果你看到你打911，警察来了，那这个人给人家受害的没有。不肯，他不肯说，他也说我不想跟警察，但这个就难做一点。那你一样的可以报，因为起码这个人如果想准备做一点暴力的东西，一听到有警察来了或者看到有警察，他起码他也知道我要走掉了。那这样东西是要看这个人，如果给人家欺负了或者给人家这个这搞他了，他也要知道他可以跟警察说，可以跟警察谈这样东西，这样子我们也可以保护你了。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们一定要需要要跟这个人说，这个给人家欺负的这个人家说了。那如果我不会英文，那你让我去到911，那我不会英文呢，那我第一句话我应该说什么呢？OK，这个其实很，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做中国人的。这一句如果我们可以记得，就是 Chinese，我们是 Chinese 人的嘛。如果你说进去，其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第一句你知道我不会说英文的，你就说 Chinese，911通常就都会知道，哦，这个人是中国人的，我要说，他会再问你做几样东西，你就一直跟他说 Chinese，他肯定会帮你找。现在在纽约市中心这里，我们都已经有大概120个语言可以来翻译过来的，他会帮你找一个人来跟你在911上面再谈。那如果报案之后，比如说我现在受到刚刚受到攻击，然后我报警了，如果他还是追着我，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除了报警之外，我的行 OK，动上我自己应该怎么做什么？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也希望你是可以保护你自己的。如果你有办法的，肯定是尽量跑到好像一个店里面呐，或者就是多一点的人的地方，你别跑到一个人家看不到你的地方，越多人看得到，就越有可能有人可以保护你了。如果你住在一个地方，你就知道自己也知道有的地方是特别多警察的地方，你也可以跑去那一个，但是最好是进去一个店里面，因为在一个店里面，很多的人通常一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他也会觉得我进去，万一这个地方有相机啦，录我啦，他也怕。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希望你就跑去多一点的人的地方，因为起码有可能有人可以帮你的。一样的，他就算你如果你打不到911，你跑进去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叫能不能有人帮我找打911，或者这个人看到你的店铺，看到这里人有人在那搞你，他也可以打911，这样子也知道要派人来。我们一收到这样子，我们是通常是很急很急的，会马上过来的。了解，那我有个问题是，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兴趣的，是自卫，defense self defense。那如果有人攻击我，那我有什么样的一个，我可以做什么东西来去自卫呢？或 OK，者是我这做样，什么东西，我会导致我，因为我不想被拘捕，对不对？我我也不想明自卫白。的时候，那所以我应该怎么做呢？OK，这样子事情首先呢，就是第一样东西就是他对你如果是骂啦，说了。你说话，他就是在那骂你的什么什么，你这样子东西呢，你最多就是你可以骂回去，这个不是法律上面没有什么东西的。那如果他动手动脚了，他开始打你了，那你肯定可以保护你自己了。那这样东西就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做警察的到了那里，看到尽量是想知道是谁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来处理的？为什么我刚才说你如果有办法跑到一个店里面呢，或者有相机的地方，这样子，我们可以看那个相机，可以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做警察的，到了一个地方，两边都打得红红的、流血的，我们也没办法知道。到那个时候呢，就要找办法来处理。你要明白，我们做警察的也是人，我们到了的时候不一定全部知道，要看一看旁边有没有人看到啊。我们全部会查好，跟着我们是可以。那如果你要保护自己，命重要。命是最重要的，我们也不希望你有伤害的，所以呢，你要保护你自己，你就保护自己，这个没有说这个黑白的这个答案，因为你这样东西是要看警察到的时候可以查得到什么东西。你最重要的，我们都说最
就算我们要时间长一点来查，起码我们查得出来，你最重要是你的命，保护你自己了。了解，那我还有问题是，现在从2月开始，二月嗯哼。我们的疫情开始，大概在美国，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我们平常都有看到一些新闻，昨天就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亚裔的女生在地铁上被骚扰、被攻击。那我的问题是，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关于这些针对亚裔的暴力还有骚扰事件，数据上大概提升了多少？这个资料呢，我就手上就没有这个，我可以帮你查一查，到时候我就可以回来给你说。那这个资料，因为我们是有一个部门，就是专门查这个的，英文在纽约这里是叫那个 NYPD Hate Crimes Task Force，他们就有这些资料就我可以帮你查一查。那我手上就现在没有这个资料，那我到时候我派给你没问题。了解，OK，好的，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忘记说了。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这个 chat 的一个这个聊天的一个function 里面，你们可以去提出问题，然后我们会尽量尝试让郭警官或者是李律师回答。接下来我想我们可以说一下有关于刑法的一些法律条文，有关的法律条文是什么？那我现在可以去试 share screen。OK，大家看得到吗看着。？OK，great，OK，好。那在纽约州的刑法里面，我们刚才说过，有关于针对种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受保护的一些性质的一些罪行，我们叫做 hate crime，仇恨犯罪。那不好意思，等一下，OK。那有关于刑法的法律条文是什么呢？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240.30，这个是 aggravated harassment second degree，中文是二级严重骚扰。那这个是我的翻译，那这个不是官方的翻译。OK，官方的英文是这个，然后翻译之后就会成为基于对方的种族、肤色、出生国家、他的祖宗、性别，还有其他的保护的一些内容。包括他的宗教，包括他的宗教实践，包括他的年龄，包括伤残或者性取向，这些是被视为受保护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类别。而基于这些性质，而不论这些相信或者是认知是否正确，也就是说，我看到郭警官，他觉得对我来说他是亚裔，但是他可能不是真的亚裔，他可能是别的人，但是我看到他。不管是不是真的，我只是根据因为他的长的样子而去，我是做出一些攻击，做出攻击、推撞、脚踢或者是其他形式导致对方有身体借助，或者是尝试或者是威胁，做出这些行为，而这些目的是为了骚扰、打扰、威胁或者是使对方受到惊慌，这样的话，那个人就是构成了二级的严重骚扰。那这个跟正常的一些骚扰什么分别？如果一般的骚扰的话，这个可能不一定会构成这么严，就是比较严重，因为这个是二级的 aggravated harassment second degree，这个是二级严重的骚扰。如果是一般骚扰的话，警局可能不能够，或者是要看到真正这个警员，你报警，然后警员看到有事情发生，他可能才可以做出拘保，但是。如果是二级严重骚扰的话，他可能知道有这个情况在，他可以事后做出拘捕，因为这个是比较严重的轻罪，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重要要看的一个跟仇恨犯罪有关的条文，因为这个是根据他的种族、他的出生国家还有肤色的一个刑法。另外一个是hate crimes 是485.05。它的中文是我直接跳中文，它的法律的条文就是叫做仇恨罪行。当一个人基于以下其中一个情况做出特定犯法的行为，就干犯了仇恨罪行。OK，那我这里看到的是特定犯法行为，我们下面有定义什么是特定犯法行为。OK，但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如果是全部或是大部分的基于或相信或是感知。
对方的种族、肤色、出生国家，就是跟上面说的一样的一些受保护的一些类别，而不论相信不管这些相信或者是认知是不是正确，而故意选择受害人，就是故意是我选你是因为这些性质，或者是故意做出伤害，或者是意图伤害对方，那这样的话就会是一个仇恨犯罪。OK，那我们刚才说了，是做出一些特定的犯法行为，再加上这个动机，才算是一个仇恨犯罪。那这些特定犯法行为是什么？最后这也有解释，但是我这个是简化了的。OK，攻击、威胁、鲁莽、危及他人、勒颈、杀人、跟踪、缠绕、强奸刑事性的动作性伤害、非法禁锢、绑架。威胁、胁迫、刑事衬入、入室盗窃、犯罪伤害、纵火、偷窃、盗窃、盗窃、抢劫、骚扰，或者是任何企图或者是串谋实施上述的任何罪行。也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行为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但是如果加上了一个出于歧视的动机而做出这些行为的话，这个犯罪，这个罪性就会更严重。也就是说，你的一个歧视的动机会令到一个罪性本来没有那么重的罪性变得更重，是一个升级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平常郭警官刚才也说到，单一的歧视事件，比如说他骂你。他说滚回亚洲去这样子好了，本身不一定是一个仇恨罪行，一般而言仇恨罪行所说的是一个伤害人身或者是财产，或是威胁，或者是串谋做出一些人身财产的行为，而如果我们是要碰到这些条文的话，我们需要证明一个动机，那。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怎么证明他是根据我的种族而做出这些罪行？那当然，他所说的语言譬如说他攻击的时候，他说滚回亚洲去这样子好了，他所说的语言就会显示出他的动机是什么。还有我们的外貌，我们的他的外貌，所有东西都可以有帮助，可以指出他的动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有一些担心的是，有些时候，譬如说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没有录像，没有拍照，没有证人，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等一下可能也想让郭警官说一下，但是，我想做的是法律上，你没有照片，没有影片，不代表你没有证据，你自己的一些感知，你自己的证供。也是证据的一部分。当然，如果你是有这些照片或者是影片的话，你的案子会更强，更容易去让警方去跟进。但是，不要说因为你没有照片、没有影片，你就说哦，那没办法，那我就算了，不要这么想，OK？而且，当你打911的时候，你的911的对话也是被录音的，所以千万不要假设你是。自己是没有证据，让警察帮你找出证据。OK，我想用这个去问一下郭警官的是，郭警官，那如果我刚刚受到攻击，然后我没有拿出电话去拍照，我没有去拍影片，那是 he said she said，那我应该怎么办？OK，就好像你刚才说，你打911的时候你不一定要挂起来的，你可以这打了911的时候就一直开着的时候呢，它上面录到你后面说的是什么东西，听到是什么东西，这个是第一啦。这个就是这个就好像你刚才说的郭先生刚才说的，就是也有这个会录下来的这样子，你也有这个证据。如果你自己在那里听到这个人说对你这样子来说一样的，你也是做一个证人证人的嘛。虽然说他没你没有录下来，或者你没有没有照下来，那一样的你还是一个给人家受害的解救，你一样也是做证人的嘛。所以如果你跟警察说这个事发生了，
那他也可以，他一样都可以处理这个，就是好像一个案子这样子来处理的。他不会说啊，他说的话，这就好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法律上面是说，如果你是正常的，人家在那里骂你啦，或者说你，我们什么都做不到，除非我们看得到的。那如果加了这个这个 hate crime 的加上去呢，就不同了，就这个时候就警察就可以再做多一点东西了。了解。就算你没有证据，因为他这一样东西就是再加上如果有其他东西的，就算如果没有录下来的，刚才其他好像你说的，如果给人打了，打完以后你有流血啦，或者对有地方肿了，这个全部是证明上来的，不一定要说录下来就先有证明的，我们也要看很多其他不啊不其他东西来决定这个查这个案的时候。对，那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新闻，我们也知道，通常上的新闻呢都是有录像、有照片。就是嗯哼。我们才会上新闻。我每天看到的一些种族的歧视案件的暴力的骚扰行为，都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都是有录像，都是大家一看就知道。OK，哦，发生什么事情，行凶是什么样子。那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训练有事发生的时候，立刻拿出手机去拍照，或者是拍片 OK，传真，是不是？这个肯定是好的事情，就好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如果有这个证据，还是好过你没有证据。如果你有这个习惯的，肯定是好一点，有所以录下来。因为怎么来说这一样东西，就是希望如果这个警察到了，你越多证据，越容易来判这个人下来。因为如果警察抓完以后抓进去，没有其他这个没有其他证据了，有的时候呢，或者找你，你也不有的，就是我们有试过，就是有人报了案了，全部东西做好了，跟着我们打电话找他的时候，他不接电话。如果你有证据的，好像录音啊，我们看到的啊，就是我们收到的啊，这样子啊，怎么样，我们一样都可以判到这个人。万一我们找不到你，一样都可以判这个人，因为这个是多一点证据。所以怎么来说，就好像你说，你还是如果有办法是最好是录得下来是录下来，就算你不是录到有看得到的，如果你有这个习惯，你可以在你手机上面就是录声音放在袋子里面。有的犯人看到你拿手机出来，对着他，照着他，他也有的时候也会害怕。他说啊，有证据了，我不敢做了。这个也是一个办法来保护你自己。如果他有，那你也要小心，因为一样的，有的人就是不理你那么多，你拿出来，他更加来跟你来战。所以呢，如果你是觉得是这一种的人呢，就算你就把它打开了，跟着反而放在你袋子里面，起码他录得到这个人说话，也是一种的证据之类的。好，谢谢你，郭警官。嗯哼，没问题。那我们下一步让李律师说一下除了这些刑事报警一些刑事的一些诉讼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去帮助自己去维权，还有去保护亚裔群体的一些权益？好的。所以首先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举报，还有去投诉这样的仇恨罪行。那首先呢，我们当然都希望就是仇恨罪行的受害者能够受到相应的法律的制裁，所以呢，我们需要及时的去举报给相关的执法部门。那么有一些部门，比如说纽约州有受害者服务办公室，你也可以向他们申请去得到一定的，比如说医疗方面支出的补偿，如果你符合一定的条件的话。那另外除了刑事上面的惩罚呢，某些部门，比如说纽约市政府的人权部门，也可以帮助你去提起民事上的诉讼，并要求经济上面的赔偿。那最后，我们也就是鼓励大家向非政府部门去举报，还有去投诉这样的行为，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去收集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并且利用这些信息去更好的帮助到大家，或者说去推动，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改变。然后我现在想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和，纽约亚裔律师协会一起做的这个资料，然后上面有列举很多举报的途径。大家可以看到吗？现在。我看好。得到，看得好到。的。对，所以在这个资料里面，我们有列举很多举报和投诉的途径。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是在一个紧急情况，或者是这个，
罪行正在发生的时候呢，都是要先拨打911。那如果是已经在事情发生之后，或者说不是一个特别紧急的情况下面呢，就是有很多种举报途径，比如说如果你住在纽约市，那么纽约州和纽约市都有专门的仇恨犯罪专案队，然后你也可以向您所在的行政区的地区检察官举报。然后我们想强调的是呢，就是您不用担心您的移民身份会对你这个举报的行为或者是去接受一些帮助的行为产生任何的影响。在纽约市的话，如果你住在纽约州的其他地方呢，纽约州的检察长办公室也可以帮您联系到相关的资源还有部门。然后我们在新泽西州和康州都有列举相关的一些举报的资源。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然后我们就不在这边一一的列举了。就关于语言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基本上纽约州和纽约市的网站都可以被翻译成中文。然后，在非政府组织的网站上面呢，有一些是有多种语言的举报的，比如说亚太政策与计划理事会这个组织，它就可以用中文去来举报，歧视的行为。那最后一点就是想说的，就是像刚刚，Quark 和郭警官介绍的构成仇恨罪行也需要一些基本的要素，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歧视行为都是犯罪。那么，对于这种不构成犯罪的歧视行为呢，我们也可以举报给纽约州或者是纽约市政府的人权部门。纽约市的人权部门执行的是纽约市的人权法，那这个人权法呢，它禁止的是在就业、住房还有公共住宿方面进行的歧视行为，而且也禁止歧视性的借贷、报复以及歧视性的骚扰行为。所以他们会对这些歧视行为展开调查，并向纽约行政审判和听证处提起民事诉讼，并且为受害者去索取一定的经济上面的赔偿。所以，比如说，如果在新冠期间，您的雇主因为您是亚裔，解雇了您，或者是因为您的房东，因为你是亚裔，要和你解约，那么这些歧视行为都可以向纽约市或者纽约州的人权部门去投诉，并且，去争取一定的经济上面的赔偿。以上这些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希望对大家有用。谢谢 Jerry，我也想去补充Jerry 刚才所说的，有关于纽约市和跟纽约州的人权的部门，还有纽约市的人权委员会，纽约市的人权法是全美国其中一个最严厉最一个广泛的一个人权的一个法律。那如果是你是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而那个不公平的对待可能不一定是刑事，也有可能是民事。我们知道有两，基本上法律有两种，一种是刑事，一个是民事。如果他们是攻击你，违反刑法的话，我们会去有一个警察会抓人，然后有检控官去把被告抓起来，然后去起诉被告。最终可能会那个法院里面，他可能会坐牢，或者是做出其他一些惩罚。民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民事的方式的话，他不一定会去坐牢，但是有可能是罚款，还有其他的方式。那如果不是没有到攻击你，没有到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些仇恨的犯罪的一些程度，如果是民事上的话，譬如说刚才加入说的，如果是你是租房子。你是在其他在去一个店里面，他说因为你是亚裔，我不让你进。你到看电影，他说因为你是亚裔，我不让你进。这样的话是违反的，有机会违反这个人权的法律，纽约市的人权法律或者纽约州的人权法律，还有其他联邦的法律都有一些。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跟纽约市还有纽约州的人权委员会去报告，让他们做出调查，他们有权利去自己去执行这个人权法的法律，然后他们可以去做出一些行政上的
一些灵性，然后去处理，去做出一些民事上的惩罚。所以这个除了要看你受到的待遇不公平待遇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去做出不同的一些方式的回应。谢谢嘉瑞的分享。最后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下面去说一下。如果是没有其他的话，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想大概想要说的。如果你有其他问题的话，Francis。Yes. Oh, do they have the option to call in and ask questions or just chat? Yeah, we can make it available for everybody to chat. Okay. 对，我们会尝试去打开这个音信，去让如果你有问题发问的话，你可以问一下郭警官或者是李律师。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我是纽约市人权局的冯小姐，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我想跟大家补充一下刚刚其实这个讲员都说得非常好，也包括了我们人权局的一些服务。那我们明白我跟那个郭警官其实都这个share同样的一个面临的困难，就是大家都不愿意举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举报的话，其实对这个社区来讲会是一个问题，因为事情已经发生在你身上了。也许你认为，报了案以后，你也不想采取怎么样的情况，或者是不期待怎么样的结果。但是其实对社区未来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想提醒民众，其实举报非常的简单。以我们人权局来说，我明白很多时候打311，也许等待时间过长。其实我们有一个专线在那个留言板上没有写了，但是你也可以记下来，是212-416-0197，212-416-0197。那您在我们那个人权局的网站上面也可以进行投诉。我们的网页右手边有一个语言的选项，你可以直接选中文，然后就直接填这个表格上面留下你的联络电话，那我们就会有中文的人回电话给你。那做一个举报，那刚刚几位律师都讲得非常详细，就是在刑法上来说，会比较有的时候后来定罪的时候会用一个比较严格的方式，但也许你在民法上的权利是可以受到保障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民众能够尽量的告诉我们你我们人权局也是不需要有证据你就可以举报，我们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哎，我当时没有录下来，我记不清楚他怎么样，那对案子会有帮助吗？有的时候，你的案子并不一定你要有举证，因为可能那附近刚好也有这个在商店的外面，可能那个商店有录影，或者是你在一个公共的场所，可能是图书馆或哪里，它其实有录像，所以不需要由你来提供证据。那就算什么都没有，但是因为你已经举报了，如果我们在那附近发现重复的案件，或者是也有别人投诉受到骚扰，那我们会跟警方合作，在附近加强这个巡逻。就在昨天，我才收到一个民选官员的要求，说这位民众说他经常受到骚扰，有一次钱包还差一点被抢，那都是因为对方都用了一些种族的字眼去侮辱他，所以他要求民选官员可以加派警察。可是其实政府的运作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都没有人告诉政府，包括我们人权局或警察局，那我们没有足够的案例去支持说我们应该派人去那里加强宣导或者是加强安全，那这样子对您就是民众来说的话，就生命财产都没有得到一个保障，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尽量能够举报。那我们人权局不需要说当事人举报，如果您是他的家人，那你上网帮他提供一些细节，让我们知道起码时间、地点跟发生的状况，那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情况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谢谢。郭先生，我想加两样东西上去。第一就是你打911的时候，他们通常会问你你的资料。如果你觉得不是很舒服，或者你就是想报一报案，让我们知道有东西发生的呢，你一样可以跟他说我不想给你我的资料。
我就是想报个案跟你说一声，好像有人，你经过了，你在你下面有个公园，你看到公园里面有人在那里喝酒啦，或者这个抽这个大麻那样子东西，你一样可以报这个案，不需要说要给你给这个911你的资料，你可以说 anonymous， 我不想给你我们的资料啊。第二样东西就是说刚才这个啊，就是这个报案的事情上面呢，就是啊，我们也是就是说来说去就是，如果你不说，也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虽然说今天不一定发生到你身上，那万一明天有可能会发生在第二个人身上，我们也希望抓到这个人，不希望他等到他在对第二个人受害了，再告他对他伤害了，现在来报案，到那个时候我们也都已经多了一个人啊，就已经不好了，我们就希望不要让他发生事情之前来抓到这个人是最好的，所以报案是很重要啊。刚才对不起，还有最后一样东西就是说啊，你这个报案的时候啊，你如果有什么资料，你在911的时候尽量给他啊说好，就是你看到什么东西，记到什么东西，记得刚才说的嘛，你说的话他全部会录下来的。他一录下来的时候呢，就算你不一定记得你那一下说的是什么东西，那他在录上面他会录下来，你到那个时候他一样的可以把你啊再查起来，就看一看到底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呢。啊，谢谢 Flora， 还有谢谢郭警官。对 ，Flora 刚才说的非常重要。如果 Flora 刚才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广东话的panel， 那我希望你也会在。因为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有数据，政府才能做事。没有数据的话，他们手上根本就没有证据，是说哦，有人没有，这么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证据去给其他人说，发生了很多这些事情，对不对？那你没有数据的话，他怎么去让其他政府、让议员、让其他的一些官员去争取更多的资源？去处理这些治安的问题。还有就是刚才关于所说的在纽约或者是你在人权委员会去报案的时候，你是有中文翻译，这个表格是有中文翻译，你报警的时候也有中文的口头上的口译去让你去表达的。所以千万不要害怕说因为我的身份，因为我不会英文，你就不说，因为你每一个人说的话，那我们全体整个群体才会得到保护。如果大家都不冷眼旁观，不做事的话，就是不最看见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你去不去反映，不去报案的话，那很难去让人去信服，或者是让有手上的资料去做出更多的一些保护的政策。我们其他的panelists 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吗？郭警官或者是嘉瑞？没有了，谢谢。我也没有什么再加上去的这一下。OK， 那Flora， 大概没听到。对，如果是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的 presentation 就是的讲座就是到这里。如果你们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我们现在回去在这里留一下。我们下一个讲座会是广东话，会在3点钟开始。那我们还会在这里逗留40分钟。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现在发问，也可以在 chat 上面发问，或者是另外电邮给我们或者到我们的网页纽约亚裔律师协会aabany.org 去看更多的资源。好，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保持警惕，平安度过这些的难关。谢谢。